有时候未必我们一生就能够遇到那样轰轰烈烈、撕心裂肺、特别投入执着的爱情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平淡一些未尝不可。关键真得爱他所爱，想他所想，这是爱情基本的要点。所以听听你们黄金六十秒怎么说吧，来，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。从开始到现在，虽然没有想象中谈恋爱那么美好，但是我发现，我们终究要走到一起，因为我感觉我们都是对的人。不要去在乎那么多，就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继续走下去。我相信我，我也相信你。时间到，请亮灯，请回去吧。短暂的思考一下啊，慢一点儿。请关门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刻骨铭心的爱情，轰轰烈烈，爱的天崩地暗。那么平淡的、简单的陪伴和相守，是不是爱情呢？这对情侣思考的怎么样了呢？他们的抉择是怎样的？冲啊！像你打游戏一样冲。分不开呢，你看，不是老师说你们都不够爱，他使劲哭，现在证明是爱你的。那他哭能让你抱抱他吗？对呀。我相信你们有自己能够相处下去的方式，关键要看你们在以后的恋爱当中是否有智慧了，好吧？来，请出我们的小花童。慢一点儿，来给我吧，谢谢你，宝宝，谢谢。别摔倒了好吗？慢一点儿，我们共同来见证一下你们的浪漫和美好吧，一起来见证。看着姑娘们羡慕的呀，浪漫吧？哎呦，亲手不行。说了亲手不行。亲手不行啊。亲脑门也不行。好，请亮灯。要保湿易贝湿，这易贝湿为爱情保卫战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，它代表着浪漫和爱。收下吧，好好保养自己啊，希望多一点浪漫，少一点游戏，好不好？回去吧。再见。